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给我买礼物吗？是因为前几天就是惹我不开心，所以才买的吗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其实说白了就是手上有点小钱了，就是想花。有钱你知道吧？我就想着我自己又没地方花，我就给你花嘛。我老婆必须要用好的。我想很久，一开始我想给你买包包的。你大一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你要送你一个 YSL。那天去看 YSL 了，嗯，但是发现。好丑啊，真的好丑，然后贵的我又买不起，然后我就想换一个牌子吧，然后我去看看香奈儿，40000块把我吓得立马划掉这个 APP。